所以咱借着这机会，咱先来做练习。啊，请你甲你隔壁诶兄弟姊妹，请先请安上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听。好，咱来看圣诗488首，主耶稣心真慈悲。咱第一次先唱两解吼，来。主耶稣心真慈悲，求你阿罗听我祈求，我今有地受怜悯，主世行甲你撒亲。第一次搁一解来。主耶稣心真慈悲，求你阿罗看晓得，我今有弟兄怜悯，准世行甲你撒亲。这首的诗歌伫这个所在咧讲，咱亲像一个细囝。咱来靠无，咱要军队住，就亲像一个细囝对着老爸迄种个心情。啊，所以咱个上帝，咱个主就是咱个时代，咱个上，咱个天父。伊迄个所在伫遮，要用真慈悲个心伫遮牵加咱，啊，互咱享受迄个甜蜜。所以咱来看这个诗，咱游完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，咱来吟一届，啊，用迄、那个。今日较无上帝，迄个较无老爸迄种心来，咱来思想，啊来吟这首的诗歌。第二再来，主我爱对你较无，相信我大心天国，你本心。将我心内就问出你的爱。第三章，想有个我来救你，你把刚世最小的强逼个。我的罪恶的饮食，到时刻爱过塞里，安你罪人就在在，主耶稣的我心内，当咱军队主的那份甜蜜。那么真欢喜，和兄弟姊妹会当来享受，所以那么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同齐进入这个大家庭，来做伙来享受迄份的甜蜜。所以咱来吟圣诗450首，咱来看迄个家庭当信主的迄个甜蜜。恳求上帝赐恩赐福，保佑一家安乐，世代世世信主基督，大家三听好无。最小主家庭
转结转世最主心动，所行教主化动，太真家母为主见证，幻术最主更定，安魂修己眼前的酒，不敢红胸素有，也是快乐，也是艰难，求主赐我平安，那求救主点完中恩，加罪爱的落恨，带给洒天彼此和睦，永修得救天国。在主的内面，咱就会当享受迄份的甜蜜。在咱人生的道路上，咱检采有时会拄到艰难，但是在主的疼爱内面，咱要互相得到帮助。所以有困难的要真侪软弱的帮助。所以有困难，毋是伫迄个所在要来讲我真牛。上帝予咱有迄个大的困难，是要真侪软弱的肢体帮助。所以在听的里面，我们虽然有时会遇到艰难困苦，不过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为着听这份的听，要真多我们的压靠，这个听就要帮助软弱受苦的肢体在那个地方得到坚固，得到保护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里面，我们在主的这个大家庭的里面，我们时时都有保护者在我们的身边，不管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亲自，也是照着兄弟姊妹都要很多我们的帮助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条道路上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通安然自在，因为有主很多我们的保护者。圣诗568首，我有保护者在身边，我们来认，我们来体会，我们的保护者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躯边。我有保护者的身边，虽然看袂见的无你，仍听真求人来相会。
吹别我那故里。咱第三个来念一届来。我有保护家的心病，虽然看不见，也无离，也听亲友人来相会。咱随时拢有保护者伫咱的身躯边，咱检菜伫迄个所在看袂到，但是咱用信心就要伫迄个所在看到，用信心听候上帝听，上帝旨意就要伫遐来成就，来保护咱。只是咱用虔诚的心来准备，备办咱的心来听候咱的天父上帝的信心，只是。临在伫咧咱中间，进入咱的心，诚侪咱的帮衬，诚侪咱的安慰。圣诗四十三首，世间众人拢着恬静。世间众人拢着恬静，虔诚徛伫。世间小事，但阮替你想事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神。